满出来喽！好的，真的满，一起装，大家一起装，对，非常棒。三个钢笔，一起装，三个钢笔，装。你那小水龙头没打开、欸。大家好，我是林立奇亚米。大家好，我是叶凡泰人。Hello。我们今天介绍什么？这个，这个是面包超人的乐趣多多幼儿游戏水桶。很可爱哦，它这边有一些红精灵，还有细菌人，还有面包超人，然后它有一些玩法哦，有玩水的莲蓬头，还有水龙头，然后还可以装水呢，这边还有水壶，很可爱吧？那我们打开来吧。它的玩法这么简单，这是面包超人的水桶哦，来，它这边有提拔，你也可以粘在玻璃上玩哦。然后它这边有一些转的，水下去它可以转哦。然后这边有个水龙头，还有一个莲蓬头，细菌人的莲蓬头呢。那我们哦，它还有附一个这个可爱的粉红色的小量杯哦。我们把水装进去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把水龙头打开。这就有水嘞，来洗手，洗手。好，那这个细菌人的莲蓬头，它怎样子才会有水？哦，它只要低于它就会有水了，它没有按的。洗澡，洗澡，洗澡，洗澡。哦，所以它可以拿去户外浇水哦。它好累哦。觉得对小朋友来说是很有趣哎。好，这边还有一个小水车哦，你看，你只要把水淋上去，它就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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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开始转了耶，有没有很有趣？那我们把这个水桶粘在那个玻璃上，好不好？来救光。前面你的水龙头没关好，它在漏水了。哪里关？哪里要关？哪里怎么关？这边你这样子帮我用力装这个，好，你帮忙我一起装，帮忙装水，所以这样可以练习自己洗头咯，可以吗姐姐？为什么不行？我就知道，知道你问我这个问题。你现在会自己洗澡？这个面包超人趣味幼儿水桶好玩吗？好玩，它有很多好玩的哦，喜欢的人可以去买来玩玩。